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天，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至五十二节，凡事都为荣耀神而做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蜜流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站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，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，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，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丹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，从密抹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，肉还带血就吃了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。扫罗说，你们有罪了，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又说，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，不可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。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扫罗求问神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求你指示实情。于是撤迁，撤出扫罗和约拿丹来，百姓竟都无事。扫罗说，你们再撤迁，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丹，就撤出约拿丹来。扫罗对约拿丹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丹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，用杖头蘸了一点蜜，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扫罗说，约拿丹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，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，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索巴诸王，并非利士人。他无论往何处去，都打败仇敌。
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、易师维、麦基舒雅，他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名米拉，次女名米甲。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，是亚希马斯的女儿。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，是尼尔的儿子。尼尔是扫罗的叔叔，扫罗的父亲基士、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打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扫罗王要叫百姓发咒诅的事，在完成对敌人的报仇以前不可进食。这项命令真是违反常理，因为上战场的勇士本该从食物获得体能。或许是因为扫罗后来才发现，以色列从始至终的得胜都是神的作为，他就害怕自己曾经叫祭司停止献祭而得罪神，于是要百姓禁食起誓，表达对神的敬忠，好让战争得胜。其实人的内心如何，检查一切的神都看见。扫罗的心里所在乎的不是神，而是自己王位、权势、人对他的尊崇和名声，而这些本质上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都是从肉体而来的私欲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我们如果没有先向神认罪悔改，就算是在信仰礼仪、行为上表现得再怎么敬虔，神也不喜悦。不过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扫罗算是一位认真的王，他时常朝以色列的敌人进攻，用尽心力使国家胜过周围的敌人，又喜爱招募有能力的人或勇士来跟随他。可惜的是，扫罗所在乎的是自己的功勋，他甚至为了得胜而对百姓的态度时常出尔反尔，结果让百姓落入吃带血之肉的罪，又匆忙逐坛献祭，但是逐坛的目的最终所导向的只是战争要得胜。无论是对于人或对于神，扫罗都摆在次要的位置，最重要的是满足他做王的欲望。事实上，每一个领袖所拥有的权柄地位都是来自于神，领袖要把群众带向神而不是自己，要使神得荣耀而不是自己得荣耀。我们从经文来看，会发现扫罗的心态越来越偏差。即使他在靠自己努力之下有了不少斩获，但是一旦离开神，神就很难再使用他了。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为自己，无论是工作、求学、生活中的大小事，我们都应当为荣耀主而行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使我所渴慕的不再只是为自己，而是为能成全你国度的心意。帮助我知道如何每天为你而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：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教导我们要多结果子，因你就得着荣耀，我们也因着你得着救赎和你所赐的恩典，成为了你的门徒。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门徒，
我们多结果子就是为了荣耀你，求主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智慧，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多结出你的果子来彰显你的荣耀。谢谢主。Amen。 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多结果子来彰显你的荣耀，要让你在我们的心中里头作王掌权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。是的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是，多结果子是父神的荣耀。是，主啊，你说的，我们在你里面就必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，阿们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你住在我们里面。主耶稣，愿我们凡事都是因着你而去做，不管是工作、是生活、是家庭，都要与你更多的祈求，因为主，你是帮助我们的神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。阿们。谢谢主。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荣耀的父，让我们每一天连结于你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。主啊，我们是枝子，主啊，你就是葡萄树。谢谢主，我们要常常的来连结于你。阿们。是的，我们要常常的要来连接你，你更多的来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是常常住在你里面，荣耀主你的名。是的，我们要荣耀你的名，要托付你给我们的使命，叫我们传音福音给万民听，叫我们可以多结果子。是的，感谢赞美主，垂听孩子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